耶鲁书院呢，一直是我有牵挂。这个学院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的地位、影响，我还是很有感触的。我就想起这两句话：“唯楚有才，于斯为盛。”你看，人才济济啊。于斯为盛，我的体会，一个就是我们湖南人才济济，带有才人出啊，报效祖国的栋梁之才。再有呢，于斯为盛，这个是指的这个时代。明年是第十四五年计划啊，开局之年，是我们开启第二个百年新征程的起点年。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，你们这个年纪正当其时，你们一定会不负时代的重托，继续传承啊湖湘之地啊这样的一种精神，经世致用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你们的所有才智，使大家不负青春，不负韶华，形成成熟的人生观、价值观，走好人生的路，系好啊人生的第一颗纽扣，祝你们成功。